张柏芝产后七天放风，两斤下巴当最美产妇。他第三组已经全部同意了啊。38岁张柏芝传授于25日于香港养和医院生下第三胎儿子，孩子店是65岁的新加坡富商。11月30号传出她秘密出院，没想到香港作家 Bonnie 二日就在 IG 贴出与张柏芝的合照。算算只是她产后第七天而已内就已经出来啪啪照了。照片中的张柏芝露出尖下巴，看起来依然美美的。他们来探拍机噶？系啊，睇医生。张柏芝日前身影将近半年，传出生产喜讯后，她一直没有回应。香港苹果询问 Bonnie， 她说去深湾游艇会时碰见她，她带二儿子一起过来，说大儿子在家玩电脑。至于张柏芝是否生第三胎， Bonnie 回：我真的不知道，但她今天状态我认为不是刚生完 baby， 因为没道理这么快出门吹风。另外也没听说张柏芝交新男友。惹动新闻，所以我唯一想到一个最聪明的方法就是不停胜，不停胜。那再加油多生一点哈，报道。